草堆那里没有。你有看到那些公鸟有丢东西给他们吃吗？那个雏鸟屁股跑出来，两只头，两只在那边跑。一般我也没有等到过他们飞回去过，我没有等到他们飞回去过，但是他们大概在五六点的时候会喂一次。那这时候雏鸟就会很活泼，因为肚子饿了。但他会丢进去啦。他们有时候会去那边拿那个仓库里面的食物再丢回来。对。你看那个雏鸟在这边拍翅膀，草堆那个。有没有？屁股。雏鸟啊，它在这个位置。哇，现在两只都躲掉了，刚才这一只跑进去了。然后拍翅膀，你看在这边。拍翅膀了，那个那边草堆在动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，有。那你这是接了几个镜头？我知道，两倍1.6，手动 AI 3.8，所以我没办法拍啊，拍不到。我真的没办法拍翅膀。嗯，然后这一个是1.6倍，是底片机用的，可以把。手动镜头转半自动对焦，要自己改进。6:18了，太暗了。